带。世界棒球经典赛即将登场，啦啦队经典女孩名单也已经出炉。五名高人气成员6号晚上现身台中灯会，和市长卢秀燕一起赏花灯。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台中看台中的灯会。我自己最喜欢的区域应该是未来世界，觉得很期待。那因为我是兔年出生的，所以我今年很兴奋，可以看到有很多兔子的灯会这样子。然后我很喜欢旁边那个最大最大的萝卜田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有一个主题区域是由北极熊还有南极企鹅。今年兔年的主灯呢在水上，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重点之一。把可爱兔子提灯挂在胸前，欣赏灯会布景。五名经典女孩长相甜美，身材火辣，也吸引大批粉丝来到现场。就连工作人员也难敌女神魅力。那跟你见证九天，你就会觉得很值得，对不对？站在小印旁边，工作人员笑得腼腆，也让粉丝好羡慕。啦啦队成员现身灯会上灯，粉丝蜂拥而至，就为了近距离一睹女神风采。经典女孩似乎比花灯更吸睛。三立新闻张展志台中报道。那么，零二三的。